油门踩更凶去上这个路肩看看，十一到十二，十二，衣服换了这是，脚位适合吗？哦。要不要我这边上去啊？再放那边可以，对，可以，没问题。Rocky stand by， 大皮哥今天跟朋友都来了，上场前会祈祷一下。Veyron 在看他的好朋友、好同学在练习，在远方练习。大 B 哥第二节准备上场，加油！进步好，大B哥今天能够开到稳定的1分03.19，原本给他定的目标是1分02，他没做到，但是也不错。然后他的一个好朋友开到1分01，更快。